香酥白饭淋上一勺一勺舀起香浓入味的老卤汁，香气瞬间喷发。乌龙肉里来对对。段滚煮肉臊卤汁，可以看到大块油豆腐也在里头。台南安南区这间道地小吃，仔细一看，在菜单上竟然只要10块钱。黑巴色粉头酱哦，我叫了，他跟我一样耶，真的好吃。价格维持10元铜板价，用餐时间顾客点肉臊饭，还有各色便当菜，不用100元就能饱餐一顿。老板还大有来头，是台南在地土生土长的饶舌歌手林太佑，绰号阿基，白天卖肉臊饭，晚上不忘创作。今麦刚哥有在生音乐，嘛是有啊，嘛个有啊，音乐是一个出口啊。哦哦哦，这行鬼是一个精准啊，为了精准啊，做音乐是。画面再来到高雄紫观城隍庙前方这间隐藏版小吃店，10元肉臊饭同样也是主打商品，再加一颗卤蛋，超佛心价格只要30元，吸引不少饕客上门。老板也说自己是主打薄利脱销。我人可以上街肉臊饭吃过大碗的4碗，哎，年轻人哦。他就是好吃啊，就一直叫啊。饕客吃完口齿留香，疯狂加点，让老板娘也相当自豪。这间最有名的还有鱼丸汤、骨仔肉跟嘴边肉，同样也是主打新鲜，当天现煮，常常一早10点就已经卖光光。物价齐涨时代，这几间店像是时空停止了一样，都不涨价。老板用铜板价、肉燥饭留住老顾客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谢文祥、夏邦明，台南、高雄采访报道。